没事儿。爹。咋的？你看我啥都敢玩。我爹。就是你只要跟我大姑，你就惩罚他，就玩点狠的。你这，我啥都敢捏，知道吗？你就咳不咳了，你咳他就玩。你看他咳他就玩，对不对？你看我都敢捏，你为什么？你就咳就完了，有什么可怕的？你咋玩儿网络必须得玩得起，知道吧？你胆儿得大点，告诉你，你胆儿得大点，你不大点还得了。撑死胆大的个子，撑死胆大个子胆小，你想想，对，你这胆子小，有点不敢玩的，你有啥呀？你怕啥？有什么可怕的？这手都松了。你自己承认的，这样吧，你说吧，你说吧，你给我圈里，到时候我提出美女，你穿个高跟鞋，我让你踩我的小黑板。那咱这个惩罚一会儿下去，一会儿的话，他既然这么跟我定这么狠，咱也玩点狠的。你要输了，你给我哥打个电话，你说你爱我，你说我亲哥这个后背，这个家伙都没惹到你。哎呀，玩的开嘛，不好玩，哥，他不急，还要急，我能玩吗？你看，我跟你说，哥，这些活儿我一般不出外头，知道吗？我能给他玩吗？你看我，他不玩，知道吗？哥，他不玩，连着好那个。他打个姑娘，好让
我都是在做的地方，我好，我是一个外国人。洗漱呢？洗漱呢？怎么了？你有什么低俗的？没有批评，没有低俗。你啥玩意儿？光一下就能塞进去，哪有那么下雨？怎么了？洗漱呢？没有。怎么了？没钱了，你怕啥呀？
过，我都还不相信。你说这把，你说这把他要玩就问他赢了。你说他就不玩儿，你这么赢你都不赢，你说这我这一票打都是给你下。走吧，我那个打玩儿的。